开车向北啊，抬头看山，心中有佛，中华有个卧佛的地方。大伙儿来维德啊，这个咱们这西北那点事儿，这个聊天的频道呢，这次咱们聊聊咱们这个西北温这个山眼村 Edgemont Village 啊 ，Edgemont 这是 Edge 就是边儿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边缘，Mount 就是山。Mount 啊，也是山的意思。本地人就叫做 Edgemont 啊，这是山的边啊。山边呢，就是但是不太好听啊，也找不到任何有前面有人翻译过什么中文的名字啊，我就给它起管它翻译成咱们北京的那个河沿啊，山沿山边的意思啊，山沿村。那这是我。我能够想到的最还像个地名的翻译啊，山沿村啊，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找到它啊，大家可能去个 Grouse Mountain 对吧，松鸡山对吧，爬那个GG啊，爬过无数遍啊，也没见过这个山沿村在哪儿啊，也有可能去大吊桥公园对吧，也是一个旅游打卡地，但是你呢打了无数次卡，你不一定看得见这山沿村的这卧佛的气息啊，就顺着卡德拉诺这个河就下来，就经过这咱们这个山沿村，这个风水好，这有灵气就在那儿，抬头看山，心中有佛。